求神求神求亲又求求媒人，求观音如来人，求指点为情。有个不错的神明看过。不想救救你，你来，他那些都是信徒，哎，老人家那么些，他自己要靠观音。天生美多，她装腔作态，把人惊动。出房子之后，第一名就是这样的，还有些钱币，上面搞起这么多，总有说的。谁说女人天生就没有用？没有用。